我感恩甲咱的李真动算以外，咱希望团结一致吼，团结一致，咱的韩国瑜来动算咱的李焕英，就来个话。国民党总教头公开喊话，立院龙头唯一支持喊江配，后头云林庄家人马一字排开，隆中来到收听。阿你知影讲，我少年嘛出多啊嘛吼，加军即摆去李焕英，即摆变学姐啊咧，感谢立委，更要谢谢丁学忠、邱干昌吼。抢当国会最大党，还要打造最年轻党团，立院龙头宝座更是不能放。不过，党内有意角逐龙头的可不止韩国瑜，傅昆萁半路杀出，挑战党内最大公约数韩江佩。傅委员哈，有没有针对跟他前面跟他谈过这个事情？有没有跟他劝退？我已经说明过了啊，我们国民党大家都很清楚啊，明天就是我们的政党的我们的所有党团成员的谈话会，大家明天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国民党，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团结一致。党内查壶风暴持续闷烧，韩国瑜更放话，只要党团进行假投票，他就退出党内龙头之争，意味着韩江佩缺一不可。我相信我们在明天的整个的立法委员的座谈会，我们最后一定会非常坚定的支持韩江佩，然后我们坚定的往前走。我也相信我们会尊重所有的立委的意见，但是最后大家一定是团结一致。立院龙头争霸，党内两强相争，如何避免党内互打？身为党魁朱立伦可不能只是嘴上光喊团结。金星王慧如、沈明阳、黄奇阳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